我就不想碰他。我根本就不想碰他。我台北有点屌，这他妈真的超辛苦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澳洲龙虾。那其实这只龙虾在 YouTube 出现不多，好像唯一最有名就是大强哥那一集，大家可以搜寻一下他影片，看我这造型。澳洲龙虾，来，老板，这只大概多少钱？现在的话，市价都破一公斤，大概多少钱？一公斤？一公斤。那算是目前地球表面上最贵龙虾之一了，可以这样说。因为一公斤3000以上的海鲜，基本上我目前想不到，想不到嘛，对不对？那它是属于哪一种品种啊？因为它是澳洲龙虾，所以它是澳洲来的吗？它是澳洲来。刚刚有说它叫什么水姑娘，是不是？对，在业界餐厅都是称它。观众看到这个画面，大家已经马上想到那个与龙共舞的 Stand Up Race。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讲啊，与龙共舞那只是波龙，这个是澳龙。大家有去看一下我的龙虾影片，它是没有两个钳子的，所以这种才叫做真的龙虾。那波龙呢是属于鳌虾，会比较不太一样。那今天为什么会特别介绍这个呢？就是因为最贵嘛，对不对？你很常吃龙虾吗？我很常吃龙虾，但是这个不是龙虾吧？这是三台巨兽吗？给大家比较一下。比例尺。加油！爸爸打起来了！哇，这几头这么精神。那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波龙啊。那你们现在画面上一定看到觉得是特别的小的，而今天不是它特别小，是因为真的特别的大。那我今天现在请龙虾叫我们来解释一下龙虾通常怎么吃。通常如果是某活跳跳的话呢，应该是说沙西米吧。沙西米吗？喂，老板，你会做沙西米吗？会。而且龙虾，你有讲的龙虾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一定要吃，外面好像很少吃到。龙虾血。龙虾血，今天会准备龙虾血吗？有。龙虾血有什么疗效？龙虾血听。对啊，吃龙虾血要干嘛？应该这样讲。肾亏啊，我的肾亏。然后我是说，有的人喜欢喝龙虾血，这样叫。所以你一直说肾亏阳痿的话，就喝龙虾血。我是觉得可以看医生啊，看医生。看医哎，老板，那今天你要怎么煮？我们做试吃。OK， 料理啊。求生意志有多强？好痛啊！他不能先杀再插吗？就像鱼一样嘛，鱼也是都先放。杀一只鸡也要先放血啊！如果要取龙虾血，一定要它全活的时候去取它的血。你现在是把麻醉的意思吗？对，因为它活力太强，是不是？妈的，杀一只龙虾，厨房都毁了。你是很少处理这么大只的澳龙。对，它今天是我碰到最大的一只，生育到最大。这样就死了吧？废话，这样还不知道你单身是死，你以为他是什么丧尸是不是？盔甲，盔甲，哇，都是盔甲哎、欸。啊，这看起来蛮好吃的，人家可以做什么？他是来做稀饭嘛，对不对？他做稀饭，他做稀饭。你难道不会觉得有罪恶感？你刚刚看他料理方面，其实没有罪恶感，要不然今天影片到这边。行啊，三个。老板刚跟我讲说，他其实也从来没有料理过这么大只龙虾，今天连他都惊艳。像是哇，这是龙虾沙西米，是不是？是芥末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沾多点芥末，你嘴巴好坏，洗一洗嘴巴。你看，妈，我叫你来不是来叫你来 diss 我的。我会被你们骂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会一直骂他，你会骂。给他一下，来，让他。我会想要定位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拉。今天这个大概几公斤啊？3公斤多。哇，3公斤哎！天哪！是你一个月增加体重吗？不是，我小孩出生你就3公斤哎！干，你不要有这种给我说，妈，这种画面可以吗？你赶快吃，你赶快吃，对的呀。好吃吗？你有福到吗？我很少吃生的龙虾，这算是我应该吃过最好吃的。肉很弹呐 ，Q 弹。什么那个、啊？什么？就是那个这个。还有壳哎。干妈还有外锅。不是啦。赶快啊！这有壳，我怎么吃？随便来一个，咬看看。我觉得我想当来宾呢。你以为我是上一集的那个糖糖吗？我不是，我是有智慧的。我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他是病的。所以我
老板很帅哎，可是他不能露脸。不要再 cue 他，不要再 cue 他，他很害怕。如果你是本身那个有女朋友的，不要带来，怕你女朋友会爱上我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吃起来不像龙虾，它吃起来像螃蟹，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没有。它龙虾，它就是龙虾喽。不是啊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正常龙虾脚不会用大只嘛，所以其实吃起来像螃蟹啊，虾蟹本来吃起来蛮像的，不过是好吃的啦。老板吃的，你吃的，你吃的。哦，老板说这个就是要一口过，对，一口过，对。我先喂你啊。我嘴巴没那么大、啊。你不是专业的吗？张开一点啊，进来啊。半的，你也半。我还连一半都咬不动。我假牙刚做好。后面我听，嘴巴。南瓜有护搭到，你觉得呢？哇。你吃东西真的很丑。那我吃龙虾吃很多了，那算是我吃过龙虾里面最，那做最好吃吗？觉得是最特别，跟最鲜甜，也是最贵的，是最贵的。可是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龙虾。像澳龙餐厅很少在卖，对不对？很少。那我觉得真的要来尝试一下，就是它真的是，我觉得有点颠覆你在吃龙虾感觉。那这是这个，不是那个。这虾膏。对，你直接对，就吃那个。哎，你吃这个，这样你晚上应该可以吃。我现在已经七次了，不要加了。老婆，马上给我。站起来一下，刚才快被撞到。你刚刚坐在动吗？然后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吃那个粥吗？这个就在更厉害一点，更厉害一点。这里面还有龙虾肉，我都看错吗？那黑黑的什么东西？墨鱼丸。那你这样粥真的是名字取错了，你们海鲜粥店就好。海鲜粥店听起来很无聊哎。通粥好不好？通通粥。这是你这年纪的。没有，通通都是男生，男生好发于男性，我们女生不会有通通，放心好了。哇，你真的是医学。我是医学达人，你的医疗顾问，免费的啦。你如果长菜花什么性病的话，可以问我们，不会告诉别人吗？可以吗？这样子。这报道。真的吗？我在看。超好吃的。哇。上次螃蟹周围影响。你挡到我进，你可以不要这样。超好吃的，真的。你怎么突然讲起来有点尬？真的，不是啊，这种东西基本上不会难吃到哪里去。可是我没有想到东西新鲜，因为我没想到这么好吃的。不好意思，真的有龙虾血哦。喝了，干了，干了。哇！哇！哇！这什么感觉啊？高粱酒就是加点东西的，我喝不出来，就是有一点点粘稠状。粘稠状的。好，我们来结尾，我们要早班那边记得喊饿。废话这么多啊！